你好，欢迎收看5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吕慧。在今天花莲新增了803名的确诊个案，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说，主要是很多个案和中央传递的时间差造成校正回归，因此数量比较多。而在记者会上，他也说从8号开始呢，包含校园防疫措施还有密切接触者框列原则要实施新制。本土单日确诊病例逼近5万，其中花莲新增803例。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在记者会上表示，7日暴增800多例，并没有发生大型群聚，而是许多个案与中央传递的时间差造成数量较多的校正回归。今天803人跟昨天的382人有倍数的成长，但是我们去看我们一些大型的机构或是一些分析里面的内容事实上没有办法看到有一个大型的群聚的现象发生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想这个中央因为一下子太多的确诊个案进到我们的法传系统之后，那我想再从中央倒下来的速度被延缓了，所以我想这个803里面呢，应该有很多一部分我们就称之为校正回归了。另外，从5月8日开始，指挥中心也宣布多项最新防疫措施指引，包含调整校园防疫措施、取消原先的全校暂停实体课程规定等，同时也调整密切接触者框列原则，只居家隔离同住家人跟同住亲友，那同班同学跟职场上都做了调整，不再做隔离的对象不再列为隔离的对象把它转换成为自主应变对象。所谓自主应变对象就是说你要自己管好自己，把自己的防疫措施做好防疫措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所以自主应变对象它就不再属于居家隔离的对象所以因此你就不会收到那个隔离通知书不会收到隔离通知书那另外呢从今天从明天早上凌晨开始也取消所有的电子围篱的措施不管是你是居隔者或是未来所谓的自主应变对象，它都不列为电子围篱的管制对象，所以也就是说你不再受电子围篱的管理，你一样可以再出门取消了原本的有关全校1/3或者是10班以上班级有确诊者或者是密切接触者得实施全校暂停实体课程的这一个原本的这一个规定，但是它还是保留了一个弹性，也就是说学校如果它考量它的一个运作的量能，他觉得需要去因应调整学校的一个授课方式，是可以通报主管机关来做备查的一个程序。那也就是说，县立的学校是必须报县府教育处，那国立私立的学校就是报教育部备查。国小跟幼儿园部分，从原本的暂停实体课程的一个7天的一个规定，调整成3天。那在补习班、安亲班跟课照部分，如果是招收国小以下学童的部分，也会比照这个规定办理，从原本的确诊个案的班级同班同学会进行暂停实体课程7天，调整成只剩下座位确诊个案座位的9公格的同学，然后实施的是3天的防疫假。那至于这3天的防疫假，学生相关的课务如何进行，我们也会在会后尽快跟教育部这边进行确认。